没有扭转。这东西被削弱了一点吧，我觉得。因为不敢让它变形，怕人家把我要的东西变走。他把东西变走，我会崩溃。都不敢让它变形。后期变礼物卡玛吧。应该长这样，除非还有个转，可以开八女。我钱其实没到很多，感觉吃不到那边，但咒语其实怪很乖。假人，这假人算很不错，因为假人既可以有均衡法医，又有一个坦，对我来讲刚好是最好的，这是一个蛮好的假人。啊，吃饱了，这个汉堡包怎么辣辣的？我一边上字幕啊，所以如果听到声音的话，会是那个字幕的声音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不开海哦，我明天要那个去弄头发。本来台风天那天要出去需要去弄的，结果后来台风天停班停课就耽搁了。这雷兹达感觉比较强，老师会比这个强。他们程式是有写好的，我还想说来看可不可以靠塞，别把那东西强行变成我的写手，那还是不行。干，一秒选，不用多说，都不用劝我，那肯定是给大家首选最好的金蛋，然后爆第一波。鹿死谁手就看这波，看人家雷兹啊，雷兹不用用到底的，很小亏。再低 ，OK， 吐了，没关系，反正这把肯定是爆第一波金蛋的。
转六圈直接开始点好了。没留六圈不让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对方，我看到了。完蛋，好像没有给我这个节奏，没有给我这个叠起来的机会。哦，又来了一个剑姬。这卡灭我是想。不过赌神女有东西，嗯，赌神女确实挺有东西的。不过这把，因为我是想说要拼看高女巫，所以这把我没有要赌的意思。不然你看，要是有鬼锁的话，其实不光是赌，虽然拿鬼锁过度赌神女打工也很强，这里是一张蛮强的卡，对过度打工的角度来讲还不错。我这把是没有要赌，纯过度用而已。哇，完蛋！牛逼啊，捡到一阵好爽，爽烂。有哦，捡到一阵开心。以为这把要输了，对面很糊的，二星克里二星法洛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赢的。前排太弱吧，那前排也不弱啊。为什么？经济太多，有可能。算烂，有、哦、你是罪犯之一，被这个质量俘虏。有关，不关没有就算。有骑二十哎，这样吧，哇，可惜，差一点。等一下互补多起来再买奇乐斯吧，现在阶段还在前面呢，先贴人嘛。是什么符？是测试符。你感觉我这装的菲欧拉不出战士也没差，不得不说天幕选的是真的好。
好像在拿鬼书呢。他的重创，我靠，这么能偷？对，甚至这样靠赛是不是？人都对着了。三条对子，等下蛋开完上九再来抽了。加几血术士？有点猛。你妈的，超费！唯一不要的一个五块，一盘十五币，关二十五股币，所以建议可以收几盘，关就算，关那个最后不盘关就算了。OK， 开奖。不过这家糖的层数还有点高哦，没有，还没600，还没有转。老八，没事，下把再努力。哇，干，这个糖差一点，但奖还是开了。等下直接放迷你欧吧。可以先不要蛇女，如果有再一个转，可以开八女巫。靠腰完蛋，糖转，那个糖转被拿到，有人要六糖了，完了，他准备六糖北伐了。不过我有携手，也还不错。话说不用帮金克斯开猎手吗？你金克斯三星欸，他可以不用帮我开猎手。OK， 多了一个人口。可以放个保护者，保个瑞空。那也行吧。完美羁绊，你好。还是买一个梦想啊！这边的压是那个先锋法吧？我猜。安主播安安呢？
其实格温换嗜血者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强，不过有点骗就是了，因为有几个人不是来那个的。格温其实也是羁绊小偷，毕竟剑姬的这个吸血已经这么高了，但是算了，这把剑姬 C 没有理由不挖开个两战士的，加点开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二星女巫老骑还是有强度的，OK，剑姬的砍人部，这样子开战士还是挺有必要的。那还得是这样。而且没有办法扒女巫，少一个转。扒女巫应该是比较强的吧？如果以两个转职来讲，扒女巫应该算是挺顶的。望战光芒，这个东西感觉有点贵，不太想拿。而且我有骑20，刚讲完就来了，最好的。好妖，这什么赛狗局？敢这样子靠赛的、哦？因为这个在超，但是碰到我估计也得死了。妈的，有赛狗，赛狗警报，兄弟们，有超级赛狗了。BB 赛狗警报，皇帝奇勒斯。怎么恐惧有点久？没事，应该是开完大游戏结束。滴滴吧，反正也没要上十了。爽一下，爽一下，爽一下，兄弟们！扒女巫一下，有，兄弟们，有扒女巫来了，扒女巫成型，青蛙启动。OK。对面的布雷尔直接变青蛙，打到现在还恐惧恐不出来。OK，恐出来，但也要死了。有素材局 get。金蛋女巫。太棒了！今天有人说要看巴女巫的，虽然这不是巴女巫，但。至少我有在最后一回合给大家看到了巴女巫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！一回合两个，一把两个素材，不好奇啊。